百足真人又称吴公正，由台南市安南区公温资万安宫与西港乡西浦安西宫共同组成。所谓吴公正，是由长块木板前后衔接，每块长一丈三尺二，木板左右可以活动，与活转向，每块木板上装置各座椅，乘坐五到十二岁的孩童，扮演史故事人物，如唐朝通嫂、薛仁贵、甄东、繁花、甄熙之忠臣英雄。吴公正一般有36座至108座等，早期以人肩扛镜，现代则装上子。由于镇头绵长，镜肩有如蜈蚣爬，故称之。吴公正是台湾西南沿海大型异乡活动独特的镇头，它是千岁爷的先锋镇头，每到宫庙亭下，信众就会在吴公正下穿梭。此举乃因民间相信吴公正具有驱邪逐魔、窃灾保境之神也。二、